风雨兼程，无畏前行。订酒店就同城，同城旅行邀请您收看《扫黑风暴》。知道不知道咱们在这倒腾什么呢？小，你在这儿给我点明火啊！你是咋想的？你着急投胎啊？刘建成，我会找地方啊，于大圣，外号鱼头，没认错吧？有个叫麦自立的，你认识吧？14年前，绿藤因为一个工程，你对他大打出手。现场同志，当时我只是轻轻的打了他几下，那下重手的是杨东啊。你们可得调查清楚啊！再说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老板交代我们，让我们给那个麦子点颜色看看的。你说的老板是他吗？对，马帅吗？天地良心，我当时想吓唬吓唬他，把事了了得了。那个杨东西下手可真是黑啊！不对，带回去问吧。带回去。哎，不是，其他同志，带走。其他同志，哎，喂。情况和我想的差不多，人也对上了，是马帅。我这边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带人去绿藤。所以说，扫黑除恶，从来就不是空泛的四个字。在执行层面，打伞破网和打财断血是重中之重，要努力做到扫黑勿进，除恶勿尽。行了行了行了，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你跟我说说。那我是什么？啊？我是什么？你什么都不是啊。不对，哪儿不对啊？这肉里边有刺儿啊！哥，刺身哪来的刺儿啊？人到了。2018年9月21日，中央第36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开展扫黑除恶下沉督导工作。犹如一潭死水的绿藤市，迎来了一缕曙光。
这也意味着绿藤市黑与白之间脆弱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侯组长，辛苦辛苦辛苦，咱们这么大的心脏干啥？热烈欢迎您合作到我各位领导中央指导工作。大家辛苦辛苦辛苦，侯组长，小心一点，当先学习。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今天我要实名举报绿藤市新帅集团董事长马帅杀死我丈夫麦自立一事。2004年6月19号，那天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丈夫麦自立被马帅的电话约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洛山河正部级干部，纪检政法都干过，要不好话不多。赵立根，57岁，广东人。中江省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扫黑办主任，办了很多涉黑案件，经验丰富。常阳啊，你说就咱们这个小小的绿藤市啊，至于吗？弄那么大阵仗？高利贷、非法贷款、暴力逼债、暴力拍现。你说的那些菜都不够硬。哎，说到点上了，这菜是不够硬。那得看看督导组是想吃什么菜了。反正路边摊一走一过也是吃，高级餐厅踏踏实实点一桌子硬菜也是吃。最重要不能进督导组档案袋里。什么档案袋？这么说吧，这些督导组来到地方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了，涉黑涉恶的，到了地方，核实无误，就该查的查，该抓的抓，该杀的杀。那要是你哥也在那个袋里呢？呀，那就完了，那猴他妈飞废了。你跟人瞎掺和什么呀？你要是在那个袋子里，那我这10年的法律顾问就白干了，啊？哎呦，这个中江啊，变化太大了。上一次来绿藤的时候，还是10年前。这个路都不认识了。是，这都是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肖书记和王省长这几年为了中江的经济发展操了不少的心，在全省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百姓的幸福指数都很高啊。谢市长，来之前好像听了一些反面的声音。是吗？啊，是是是，还有差距，还有不足。对，当然小索同志说的没错，我们有些工作呀，在长效长治上还有许多期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中央督导组来就是对我们中江的关心和关注。陆组长请放心，
我们一定在督导组的指导和帮助下查缺补漏，厉行厉改，让中央放心，让督导组的每位领导满意。我们下来工作啊，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工作做好，把过去这个重点啊、难点啊这些事情呢，都把它搞深，搞得透彻一些。总的来说，咱们干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领导满意，更是为了让群众满意。是，我们要让群众啊真正的感受到啊，生活在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实的幸福感。啊，是。啊，对了，您这次来啊，很多同志可是非常激动啊。你说这个督导组一个月肯定走吗？打向天是故意的吧？对呀，那揍他不是故意的吗？他不是说是绿藤有名的滚刀肉吗？我就要揍他，我出去我还揍他。进看守所，躲督导组。哎呀，我躲督导组干什么？马帅。要不是督导组没按原计划来，推迟了这半个多月，你还真是跟他们完美的擦肩而过，是吧？大哥，我得告诉你，你要真在那个档案袋里，你躲到这儿没用，明白吗？没用。所以有什么事儿你得赶紧跟我说，我得解决问题，你明白吗？你别让我着急了，行不行？你咋就不信你哥呢？啊，这十年我跟你嫂子的时间没有跟你时间长，我把你。赶快收起来，来人了！谁来了？专案组的人来了。大力，大力，问谁来的？快点，快点，快点，赶紧！来了，来了，快点，抓紧时间，工作快点，快点。
李成阳、何勇。哎呦，这一晃得有十一二年没见了啊！有十四年了。十四年了。哎，怎么着？有任务。走，外边说两句。别别别，就这儿说吧。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嗯，李总吧。什么总？我就是跟马总讨个生活。新帅集团法律顾问李成阳。哎，离开绿藤这么多年，把你给调回来，事儿肯定不小。我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啊。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中江省公安厅915专案组何勇。那个，来来来，马总，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大学同学，同班同学，高材生啊，母校的骄傲何勇。马帅，马总，幸会幸会幸会。鞋味这么大呀？啊？季所长，你说干啥呀？是这样的，坐坐坐。今天呢，干警们都比较累，我们就改善一下伙食。鲅鱼都成精了吧？啊，还能成雪茄呢？那不能。可以吩咐我，说您呢，虽然不是正式提成，但也得好好安排。看，是不是八点？就这儿，别搞。是这样，马总啊，办案人可以以案件侦办过程当中需要保密为由，请求律师回避。如果何组长有这个要求的话，你看，我就必须得回避。但是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呢，有两点我必须提醒你：一，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话，不要说，你有权利不讲。二，注意老毛病，准时吃药。听明白了吗？忙去吧。何组长。组都来找他，肯定是有事。省市两地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提前赶到这里，恭迎中央的领导同志。同志们辛苦了，三位辛苦。哎，好，好，大家好。啊，陆组长，你看，到吃饭时间了，要不我们先用晚餐，也算给您和各位领导接个风。既然到了饭点，那咱们就先吃饭。不过我有个建议。我建议咱们从今往后就安排自助餐吧，一是大家方便，再一个也不会超标。
我和骆组长想到一起了。好，骆组长，骆组长的工作态度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骆组长，请。好，请。好。马总，我今天来不是正式的提讯，就是随便聊聊天儿。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聊吧。其实今天找你，主要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杨东，你认识吧？杨东，我知道啊，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很多年前就让我给开除了，他就是个人渣。他出什么事儿了吗？他出什么事儿你不用管。啊，是。我听说很多年前，他把人家一家五口给打伤了，听说到现在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呢。这是哪年的事儿？2004年12月。2004年的事儿，你记得这么清楚啊？何所长，作为那么大企业的负责人，这点记忆力我总归还是有的。嗯，2004年杨东的事儿记得这么清楚，2004年你的事儿，应该记得更清楚吧？20年前的事儿，我怎么能记得清楚呢？啊，何组长，你看今天，要不然咱们先聊到这儿，我有点累了，要不咱们改天再聊吧。啊，马总，我提醒你一下，你今天不说，等我正式提讯你，你再说。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骆总啊，我们这个自助餐味道还是不错的啊。骆总好。骆总长，请餐吧。哎呀，太客气了，大家都饿了，随意吧，随意吧，不请啊。还是蛮丰盛的。好，骆组长好。哎，你好，你好。哎，这个贺云同志，对吧？您的记性太好了。4年前我在中央党校上过您的课，还当面请教过您的问题。我记得。骆组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贺云同志现在是绿岛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的岗位暂时空缺，这段时间一直是贺云同志在主持工作，同时兼着市局扫黑办主任。一直在抓全市的扫黑除恶工作，年轻有为啊。何云同志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啊，您过奖了。在基层要做出工作成绩非常的不易。不错，谢谢。啊，这位是董耀同志，是绿同市的石门区的区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宾馆就是石门区。领导好。那这么说你是这里的地主？哎呀，不敢当。我们都是在你的地盘上吗？哎呦，骆组长您说笑，我的工作呢就是为领导提供好服务，让领导们安心工作。我们这些老头子有什么好服务的？大家都是要做好人民的服务员才对吗？是的。您太谦虚了。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都要在您的指导下工作，请您多多指教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嘛。啊，好，随意吧。Thank you.
杨东当年为你伤人，把人打得不能自理，原来是替你讨债啊。这样看来，马总，你不是不记得了，你这是选择性失忆啊。那个雨夜真的不记得了吗？没印象。好，我帮你回忆回忆。说的再具体一点吧。2004年6月20日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到今天为止，他老婆已经找了他14年了。找到了吗？马总，你有义务配合我工作。我不是一直在配合你们工作吗？你总不能让我说那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吧？现在还是闲聊吗？哎，那我就更不能奉陪了，有点不舒服。气色挺好的，我陪着你。报告管教，我要去医务室。啊！喂，干嘛呢？我现在可以走了吗？行呀，马帅，没想到你还会玩这种小把戏。你听着，案子不会因为你自伤自残他就不办了，你这么做恰好证明你心是虚的，想躲是躲不掉的。出于道义，我今天让你去治疗，你考虑清楚了，认罪伏法才是你唯一的出路。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去医务室。喂，好，我知道了。帅很有性格啊，啊！马帅这个人在你们绿藤很有名吗？啊，马帅应该是新帅集团的董事长吧，在当地应该算是个中等企业。大家吃饭吧，你也去吧。好。看来骆组长还没有到中江就已经展开工作了，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代表省里表个态，对中央督导组在中江的工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给中央，给中江省4000多万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好啊。这顿接风宴还是不错的，
希望一个月之后的庆功宴，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参加。一定，一定。吃饭，这吃吃。吃个饭吧。定了。专案组提审了马帅，他把手指头掰断了。是左手的小拇指吗？你怎么知道的？问他什么了？问了杨东，还有是四年前的事儿。这条线都已经查到这儿了，掐掉。回勇，车上等我。架子不小嘛。在这儿能聊会儿吗？聊呗。十四年前我就想跟你聊了，但你跟我聊嘛，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你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管，跟我这样，至于吗？至于。当年别说咱们班，全校都知道咱们俩关系是最好的，连喜欢的女生都可以互相让。这到最后谁也没捞着，让来让去的，让人给截胡了。那哥们叫什么来着？是法学系的，叫什么？黄兴。记得这么清楚，记仇啊！马帅事大吗？大不大？你心里没数啊？我用咱们俩大学四年的感情向你保证，我和马帅在一起这十年，无论是他公司还是他本人都很干净，你信吗？你这么说我信。那你要信了我就明白了，那就是十年前的事儿了。事儿大吗？大不大的，他都听你的授意把自己手指头掰断了。刚才啊？对啊，就刚才。我记得当年上刑侦课的时候没学过这些不靠谱的招啊。你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这些下三滥的招学了不少啊。我是真没想到现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变成什么样了？你觉得呢？
觉得吧，你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先走了，李总。最怕的是你焦虑无助的目光，一双青春的剑能有多少担当，最想的是你露出微笑模样。春来过，大地不该再有冰霜，狂刀过，黑暗从此无处躲藏，剑出鞘，恶魔再也无法嚣张。我来过，风雨再狂也要阻挡。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与人心温暖，不再冷漠。愿并肩奔跑，不再失落，盼希望闪烁，不再沉默。天空多辽阔，就有多少寄托，大地多坚实，就有多少承诺。用爱收获，平安说过，用心守护幸福的轮廓。天空蔚蓝，不再污浊，与人心温暖，不再冷漠。愿并肩奔跑，不再失落，盼希望闪烁，不再沉默。
不再沉默。天空多辽阔，就有多少寄托，大地多坚实，就有多少承诺。